知道 AlphaGo 之前在围棋上打败人类，那我们公司 HiHedge 想要教他怎么让 AlphaGo 来玩股票。要教 AlphaGo 玩股票，我们第一件事就要先知道 AlphaGo 是怎么学会围棋的。为什么过去人类常常说围棋是一个机器没办法克服的一个墙？因为围棋有的步数超过机器可以运算的一个可能性。那怎么样子透过最新的类神经网络强化学习，那这个 DeepMind 团队，就 Google DeepMind 团队，让 AlphaGo 打败人类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把这个 AlphaGo 学会围棋的这一条路来把它放到金融上，让 AlphaGo 学股票？我要怎么克服在围棋里面它是一个封闭的，它规则明确的，它胜负非常清楚的一个游戏，转化为金融世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，你有各种商品，有各种策略。那今天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希望是深入浅出，让大家知道 AlphaGo 是什么，它是怎么学的，以及我怎么让它学会玩股票。谢谢。